从那个幼儿园，然后一起小朋友幼儿园上课也可以带来这里玩这样。然后离社区又很近。快乐的记忆，丰富的经验，对人生很正向的期待，这是他一切未来面对人生苦难最重要的保障，所以我们很愿意投入进去工作。好，那做文化工作者的人呢，或是社会工作者的人，他们有没有期待，也选择相信，如果透过一些努力，投入一些技术，这个社会呢，有可能从小改变变成蝴蝶效应的大改变。所以我们教育文化学会善集合，就是我们一群好朋友，是学术界跟教育界的专业界的一些朋友，我们来投入。我们相信宜兰的泥土绝对含有非常丰富的养分，让我们心中充满对未来很正面的愿景。所以也在议会呢大力的支持教育，我们呢三班级东中西哈，花钱花在刀口上啊，该用的哦，开始几码用，该欠的一概几码该欠欠。所以呢，原本就本着这种精神，希望呢，一旦呢，给咱的囡仔在从小的过程当中呢，能够快乐的成长，然后呢，受到我们的所有社会各界大家共同来关心，啊，这将来是国家的栋梁，社会精英。所以呢，国家的希望，都要靠着咱这稍微啊，咱的这些幼苗长大以后，他在很正常啊，很有爱，而且呢，很真大家真欢喜的这心，来当呢，给咱的囡仔哈，啊，当呢，让他能够德智体群美，从小就他的应应措施在软体方面就广设亲子馆啊，把学校的啊一个亲子的活动把它结合在一起，让所有的小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运用这样的一个亲子馆。在硬体方面，宜兰县政府盘点所有的学校的闲置空间，把闲置空间把它腾出来，然后再利用作为亲子活动啊。我们非常感谢林之妙这么用心哈 啊来为所有的啊学生们做这样的一个。那我们家长呢，有一个安心，能够让孩子放手的一个空间。那相对的，因为每个家长的家庭呢都是少子化，所以孩子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呢，可能都会有哥哥、弟弟、妹妹、姐姐。所以来到这边之后，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可以融合在一起，来互相做一个学习。而且爸爸妈妈之间呢，也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经验上一个分享。再加上我们的亲子馆呢，也会不定期的安排各项的活动、各项的课程，让我们的家长们也可以去做一个选择。然后相对的，在假日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放松的时候，或者是阿公阿妈带来做这个亲子互动，那我们都可以更加的。